我都还单身去的，哪儿找女耍朋友你不干呐、啊？你在讲的啥？人流都很累呀、啊！哎，我讲胖胖，他那天小时候，我们读书的时候，他做我同桌。哎，我讲你二哥，我想到起你二哥平时跟人家那桌子这样，好恶心。你还不是一样的啊？你硬是哦，你还说我，你那边不是鼻子反起开呀、啊？他不是我们住到一个地方一个村噻，他以前我们读书，他也是我同桌，一直在那儿等到我，等到我读书放学，一起都是一路回来，只晓得我那儿。我跟你讲。所以说成绩那么撇。哎呀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不是一样的指责我啊？那会儿就是说喊你读书认真点呢，你要去耍。你这些人在干啥子啊？都很久没看到你了。哎呀，还不是做以前那小生意啊。嗯，你这几年混得好。你那个干啥子的？他上班噻。哪里上班了？宜宾啊。宜宾啷个长那么远的男朋友？长我们这边不好啊？你长我那种本地的不香啊？长我香那些。
哎，我那里钓了几斤鱼，等下子我屋头去吃饭嘛。哎，兄弟，钓到鱼没得啊？哎，等会儿一路跟我走，我还去吃呀。我说你最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凉拌鲫鱼。不晓得，今天他们在屋头都弄巧下刀嘛，今天都木干了。那好嘛呀，我把鱼反正喂到屋头嘛，等到你来，你有空的时候就来。你没得事走那边来耍噻，反正都在屋头，又不好耍的。他还不是这的，你们可以约到起一起钓鱼噻。他关到那边来，还不是走不到那里。要得嘛呀，反正我妈也念叨你的，反正空了就出来耍嘛。好，要得。他去钓你的，你一直缠到内部来。不对，我感觉你的发小都是死款了。没有，他从小到大都是那种性格，一开心讲话都是那么子，一个刚接触久了晓得他性格多好耍。他讲的有点蹦。